小遥控玩。怎么没有人接呢？再打一遍。喂，谁啊？一大早的打电话。喂，都中午了，难道你还在睡啊？我又不缺钱，不上班，想睡多久就多久呗。好了，别显摆了，下午出来喝茶，老地方。得，好嘞，别忘了约铁锹僵尸啊。下午。你到底有没有约铁锹僵尸啊？约了，不过他说稍微晚一点到。肯定在加班赚钱呢，行，可以理解。哎呦，他来了。啊，在家里睡了一天，好迷糊啊。你说你在家里睡了一天？当然了，刚刚还在梦吃烧鸡呢。哎，我说看来最近很富足啊，还钱还钱还钱。哎，也就是因为没有钱才睡觉，能省一顿是一顿啊。真好。铁锹僵尸赖床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